好大胆，竟敢叫花凤飞来冒充我的囝。金妹，是阮阿娘命。留下王妃，是我逼你安尼做，伊是一个妇人，将来一定唔捌做过对不起恁的大事。阿娘，害你都要替你报仇了。做我们平时真正是阿娘。爹。发现。爹。害你到今天去。进去了。爹，你是怎么尼久？你是去叨位？为夫是被这只人家打入地陷，不久以前才脱困而出啊。发现。你也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为父不应该搁再温骂你。你不是阿爹亲生的囝，是我甲你阿娘由太阳山将你救回来。县长，你是讲杀生是你由太阳山救回来？无唔对，在二十五年前，阮夫妻驾云出游的时阵。就剩到一个起点，三星，你真是我的骄傲哩！
我作用同修炼，天伦之路独独炼。多谢国主你的好意，父母承受已久，而且我的家后也已经过世了。我无想要再踏入皇庭，说实，伊要好好照顾美娘甲小勇。为父，要来去了。忘年之交，老水柳仲卿。这个叫做凤梨啦，就是玲珑白雪生的名产。真好真好，拢是家己人，真正。就讲家己的人，家坐袂啊，认免客气，家坐家坐。阮今日来明月宫吼，一来就听讲白雪生受天平，小龙美娘拢在恁家，二来要来甲恁恭喜咧。哦，听讲恁家要嫁查某仔，又搁母子相会，又搁提早连成万宝婚，人家讲喜上加喜啊！托好托好，一切都是托好。麻烦老祖，你今日来到我家，有啥物代志是？要来找白雪仙，一挂手。你这个麻烦老祖啊！我若拄到你，天就乌一边啦！你若明明知白雪星是我江门的西兄弟，啊！你若要找伊的麻烦，你若好胆要找麻烦，来找我老不懂。你是寒山门未来江门人，我只想要报仇消恩，也无要灭寒山门。我找你做啥？这个红毛的吼，情况阁袂歹呢。你无要灭寒山门啦？先生。来，今次老不懂哦，贵心要来接江门林的职位，来，书的发帖加请。啊，紧请啊，出来讲看咧。拜别书。等我今次接发帖啊，我算讲第二代江门林啊。白先生，等我今次以第二代江门林的身份，要来命令你白雪星接第三代江门林的职位。有听无？你着啥？我今天吼比输较少，你也唔免出家入道，也用个娶某，加娶几下不要紧。哈，来，去古董接我们。好，大姐嘛，这第三代掌门人，也你若要找麻烦，唔通找伊啊。也若要决胜负哦，就要找我老木董张成，也好大对我来。你去上去的。原来老木童就是有意要引开万番老祖。一个好心的，你就当作讲我已经死安尼用的袂啦。哼，小勇，小勇，玉公主，你可莫再搁再起心慢啦。人玉姑娘爱人是阮小公主白雪星。玉公主，玉公主。Thank you.
专工要来甲你讲一个真好消息啦！我有什么好消息？司徒先生甲李国柱将四匹太的乾坤剑合作伙出下手去，已经开启了紫禧洞府的洞门咯。而且李国柱用在洞内的仙丹，已经也将领玉你救我咯。你看，叫你，叫你，沿路头Yeah!
着你。